你就决定要把这首意义很深重的歌曲，对，首次演唱哦，就在嘉义东石渔人码头，大家想不想听？想。那我先来喝个水。好。好。让怡婷呢先喝个水，准备好。那要不要来告诉大家这首歌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意境，什么样的故事呢？这首歌其实也是我自己作词作曲的，对，然后是我的制作人 GK， 然后一起共同创作出来的这首歌。然后，对，我其实很少出抒情歌，然后平常表演也比较不会演唱抒情歌，都是比较动感的歌曲。然后这一次的单曲是与以往比较不一样，是就是轻快抒情的歌曲。然后是如果你出去玩啊，或是一个人因为心情不好的事情很忧郁的话，都可以。希望大家听这首歌会让你振奋精神，心情会好起来。哇哦！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心情觉得很需要抒压，很需要疗愈的话，再来就让雅雅的歌声来疗愈一下大家。当然这个时候一定要来一个掌声，一起来欣赏这首歌。谢谢，送给大家 Everywhere I Go。 谢谢。大家伞要撑好，以后大家感冒。你们怎么没有撑伞？收看哦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首歌，谢谢。